谨以此片献给热爱中华传统武术的人们，能为阁下服务是中传文化的荣幸。如果阁下需要各类武术光碟、武术书籍、武术服装、武术器材，请致电86-0371-6384-7520138-383-6918，我们愿意为阁下竭诚服务。中华武术有着悠久的历史，丰富多彩的内容，以及深透的中华文化的精湛理论。中华民族把武术作为技击术，通过武术锻炼，掌握和提高防身自卫的技能；把武术作为健身术，通过武术锻炼，强健体魄，益寿延年；还把武术作为修身术，通过武术锻炼，体悟武术的文化内涵，陶冶情操，完善人格。在武术漫长的发展历程中，逐步形成了100多个言流有序、潜理明晰、风格独特、自成体系的拳种。中国武术协会审定并监制出版的这套《中华武藏》，以收藏这些历史遗存的拳种技艺为目的，力求记录下这些拳种传承到当今的发展状况，展示出各拳种流派传人中较有代表性的技法、技能和风格特点。以影视形式制成的这部《中华武藏》，以动态性、直观性、真实性，显示出它有别于文字性收藏的特点。这对探索传统武术、研究武术传统、传承武术技艺、分享习练武术的功能，都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广泛的社会价值。接上式，身体微左转，右脚落地，脚尖点地，长虚步，右手持剑向前下劈剑，剑尖向前下，剑刃向下，左手剑指向下抚于右手前臂，手心向下，目视剑尖。
身体微右转，右手持剑，右前臂外旋，由胸前向右上平带，剑尖向前下，左手由胸前下按于腹前，手心向下，剑指向右，目视剑尖。接上式，蹬左脚，移重心呈右弓步，同时右手持剑，前臂内旋向前刺出，剑尖与胸同高，剑刃朝上，左手随体置于腹前，剑指朝右，手心朝下，目视剑尖。身体右转，微前俯，上左脚呈右弓步，同时右手持剑，前臂内旋向右后抽带，剑尖与头同高，剑刃向上，左手向左前上指出，手心向外，剑指向右，目视剑指前方。身体左移，抬右脚向左脚后插步，同时右手持剑，前臂外旋向左前下劈，左手下按与右手相合，两脚碾地，身体右转270度，同时右手持剑，前臂内旋，手上翻于头顶，然后随体翻腕，由胸前下压剑，左手由下向上划圆，合于腹前，手心向下，剑指抚在右手上。接上式，右脚前迈，蹬左腿，重心前移，呈右弓步，同时右手持剑向右前刺出，左手与右手相合，向后伸出，手心向下，剑指向后，目视剑尖。接上式，两脚碾地，身体左转，上左脚蹬右步，呈左弓步，同时右手持剑，前臂外旋，曲臂向右上抽拉，置于右肩上，左手随转体合于右手腕处，上动不停，左脚前迈，重心左移，上右步，脚尖点地，身体微右转，同时右手持剑，由右上向前向后反撩剑，左手向左后伸出与剑相合，剑指向上，手心朝前，右手持剑，前臂外旋，曲臂向右上抽拉，置于右肩上，左手随转体合于右手腕处，上动不停，左脚前迈，重心左移，
上右部脚尖点地，身体微右转，同时右手持剑，由右上向前向后反撩剑，左手向左后伸出，与剑相合，剑指向上，手心朝前，上右脚蹬左步，长右弓步，同时右手持剑，前臂外旋屈臂，左手随转铁合于右手腕处，上左脚重心前移，成左弓步，同时右手持剑向右肩上向前下劈剑，左手向左上伸出，目视剑尖。接上是身体右转90度，右脚尖外摆，蹬左脚长右弓步，同时右手持剑，前臂内旋，由左前向右后反撩剑，左手随铁合于右前臂，上动不停，重心后移，右脚回收，脚尖点地，右手持剑，前臂外旋，收于胸前，左手合于胸前，目视剑尖。身体微右转，上右步，右脚尖微外摆，蹬左脚重心前移，成右弓步，同时右手持剑，右前臂外旋翻腕，由前向右后挂剑，上动不停，上左步，脚尖外摆，身体微左转，蹬右脚重心前移，成左弓步，右手持剑翻腕，由右后向前向左后挂剑，左手随体而动，剑指指于右胸前，手心向下，剑指向右，目视剑尖。抬右脚，蹬左腿，左脚跳步，向右腿插步，重心在右脚，同时右手持剑，由左后向右上斜抹剑，左手与剑相合，剑尖向右上，剑刃向右上，剑指手心朝下，护于右手臂，目视剑尖。身体微左转，左脚向前迈步，蹬右腿移重心，长左弓步，同时右手持剑，右前臂内旋，由右上向胸前滑剑，左手由胸前向左后伸出，手心向上，剑指向左，上动不停，身体微右转，身为后仰，右手持剑，上翻腕，从左前向右后带抹剑，同时右腿向前迈步，脚尖点地，左手剑指由后向前按，
目视见经。蹬左腿移重心，右手持剑向前刺，抬左脚微向前垫步，右手持剑收于胸前，上动不停，左脚上步蹬右脚长左弓步，同时右手持剑向前刺剑，左手随体上抬架于头顶，左手心向上，剑指向右，目视剑尖。接上式，重心后移，退左脚，右脚虚脚，同时右手持剑与左手相合，由前向右后挂剑，上动不停，右脚提起向后插步，左脚跟为轴，身体右转180度，两脚并立，屈膝微蹲，同时右手持剑由右上向下劈剑，左手与右手相合，目视剑尖。身体微右转，右手持剑，右前臂外旋，由胸前向右上平带，剑尖向前下，左手由胸前下按于腹前，手心向下，剑指向右，目视剑尖。蹬左腿移重心，右手持剑向前刺，抬左脚微向前垫步，右手持剑收于胸前，上动不停，左脚上步蹬右脚长左弓步，同时右手持剑向前刺剑，左手随体上抬架于头顶，左手心向上，剑指向右，目视剑尖。接上式，左脚尖内扣，重心微后移，右手持剑内翻腕脚尖，上动不停，抬右脚向右后迈步，身体右转180度，左脚尖内扣长右弓步，右手持剑由前向后滑平原抹剑，左手剑指合于右手腕处，目视剑尖。
接上式重心右移，左腿上抬，左脚与腰同高，同时右手持剑由胸前前臂内旋上方腕，剑由左下向右上撩剑，剑尖向前，剑刃朝上，左手剑指由胸前向前伸出，与肩同高，剑指朝上，手心朝外，目视剑指前方。接上式，左脚前迈，左脚尖外摆，重心左移，长左弓步，同时右手持剑由胸前前臂内旋方腕，剑由胸前向左下挂剑，剑尖朝下，左手剑指抚于右手腕处，目视剑尖。接上式，右脚抬起向前跳步，左脚跟步，左脚向后迈呈右弓步，同时右手持剑由左下向右前劈剑，左手随体向左侧伸出，剑指向左，手心朝下，目视剑尖。接上式，重心后移，右脚回收于左脚内侧，脚尖点地，同时右手持剑前臂外旋，由前向后抽剑，与左手相合于胸前，目视剑尖。接上式，身体右转，上右步，右脚尖外摆，蹬左脚，拧腰呈右弓步，同时右手持剑从前向右后撩剑，左手随体向左后上方伸出，剑指朝上，手心朝外，目视剑尖。接上式，以右脚为轴，身体右转180度，左脚跟步与右脚内侧，脚尖点地，同时右手持剑前臂外旋，收于胸前，左手合于胸前，目视剑尖。Thank you.
身体微右转，重心左移，右脚抬起，右手持剑，由前向右上撩剑，剑架于头上右侧，剑尖朝前，剑刃朝上，同时左手由胸前向前方伸出，剑指朝前，手心朝下，目视剑指前方。接上是右手持剑，由前上向右后滑圆劈剑，剑刃朝下，剑尖朝后，左手随剑向左后伸出，目视剑尖。接上是右脚向右侧横跨步，脚尖外摆，以右脚为轴，身体旋转360度，左脚跟部与右脚内侧，同时右手持剑，随转体由右后向胸前右上斜抹，剑尖朝上，左手随转体合于右腹前，剑指朝上，手心朝外，目视前方。
接上式，身体左转360度，上左步，脚尖外摆，跟右步，右脚随时退步呈左弓步，同时右手持剑，由右上向左下滑斜圆，合于胸前，然后向前刺剑，左手随体转变掌，合抱于右手，由胸前合力前刺，目视剑尖。接上式，重心后移，左脚回收，脚尖点地，两手握剑，向胸前回抽上挑，目视前方。接上式，身体右转90度，右手持剑前臂内旋向内力剑，最后由前上向右后滑圆劈剑，剑刃朝下，剑尖朝后，左手随剑向左后伸出，目视剑尖。接上式，身体左转180度，上右步蹬左脚呈右弓步，同时右手持剑从右下向右上撩剑，左手随体向左侧按出，目视剑尖。接上式，身体微左转，右脚回收，左脚内侧，脚尖点地，同时右手持剑前臂外旋，由右上随体回收于胸前向上托剑，左手随体合于胸前，剑指抚于右手腕上，目视前方。接上式，上右步，身体右转90度，重心前移，上左步蹬右脚呈左弓步，同时右手持剑前臂内旋，由身体前向右下向右前抹剑，左手随动剑指抚于右手臂上，目视剑尖。
接上式，身体右转九十度，重心右移，左脚根部脚尖点地至右脚内侧，同时右手持剑前臂内旋，由胸右侧随转体后抽，上架剑横于目前，左手随体合于腹前，剑指向右，手心向下，目视剑身。接上式，身体微右转，迈左脚，重心左移，蹬右脚呈左弓步，同时右手持剑，由胸前随转体向右后劈剑，剑尖与胸高，左手由腹前向左上指出，手心向右，剑指斜向上，目视剑尖。接上式，身体左转180度，重心左移，上右步蹬左脚长右弓步，同时右手持剑前臂外旋，从右后向右上反撩剑，剑尖与肩同高，剑刃朝上，左手随转体向左后伸出，左手心向后，剑指向左前，目视剑尖。接上式，重心后移，右脚回收，脚尖点地置于左脚内侧，同时右手持剑收于胸前，左手合于胸前，目视剑尖。接上式，身体微左转，右脚向前迈步，移重心，左脚提起插于右脚后，脚尖点地，同时右手持剑由胸前由左上向右上反撩剑，剑尖在头右上侧，左手由胸前向左滑力圆，左手剑指向右，手心向下置于右胸前，目视剑尖。
接上式，左脚向左开步，身体左移，右脚根部置于左脚内侧，脚尖点地，同时右手持剑由右上向左下斜劈剑，随后回抽于体前，剑尖向前下方，剑刃向下，左手由右侧向左后伸出，随后下按于右臂内侧，目视剑尖。接上式，身体右转90度，右脚向后撤步，呈右弓步，重心右移，同时右手持剑从腹前向右侧前方斜撩剑，左手随右手而动，目视前方。接上式，重心后移，右脚回收，脚尖点地，置于左脚内侧，同时右手持剑回抽于胸前，左右翻剑随后上提，剑尖斜向前下，左手随剑按于剑把上，目视前方。接上式，身体右转90度，退右脚，脚尖外摆，左腿上抬，左脚与腰同高，同时右手持剑由胸前向左向右上划圆抹剑，剑身高于头，剑尖向左，左手随转体下按于腹前，手心向下，剑指向右，目视前方。身体左转180度，退左步，右脚尖内扣，呈左弓步，同时右手持剑翻腕，右臂外旋，由左上向左后方横抹剑，左手随体置于腰间，手心向上，剑指向前，目视剑尖，重心后移，身体右转90度，蹬左脚，呈右弓步，右手持剑回抽于胸前，上动不停，抬左脚向右盖步，身体左转，抬右脚向左脚盖步，抬左脚向左后迈脚，呈右弓步，同时右手持剑由胸前向前横推剑，随后
向右肩右侧横扫剑与肩同高，剑刃向右后，左手随体抚于右臂，手心向下，剑指向右，目视剑尖。身体左转九十度，蹬右脚长左弓步，右手持剑屈臂，回抽于肩右侧，上动不停，抬右脚向左盖步，身体左转，抬左脚向右盖步，抬右脚向右后迈脚长左弓步，同时右手持剑由肩右侧向前横推剑，左手随体抚于右臂，手心向下，剑指向右，目视前方。接上式，身体右转九十度，重心左移，蹬右脚长左弓步，同时右手持剑前臂内旋，从前向右后撩剑，剑尖朝下，剑刃朝上，左手随转体向左后伸出，左手心向后，剑指向左前，目视剑尖。右脚趁势向右抬起，蹬左腿，同时右手持剑向右上撩剑，上动不停，落右脚，左脚后插步，脚尖点地，重心右移，同时右手持剑由胸前滑移力源向右下栽剑，左手随剑在左胸前滑移力源置于头左上，目视剑尖。接上式，两脚不变，右手持剑由右下向胸前滑移力源，剑尖垂直向下落于胸前，同时左手由头前方滑弧落于身后方，手心向外，剑指斜向右，目视剑尖。Thank you.
接上式，身体左转180度，两脚随体同时捻动，重心在右脚，左脚尖点地，同时右手持剑随体转动，前臂外旋，由胸前由下向上翻腕立剑，落于腹前。左手随动与右手相合，目视剑尖。接上式，抬左脚向右前盖步，随后抬右脚向左前盖步，重心在右脚，抬左脚向前迈步，虚脚点地，同时右手持剑，两手相合，上下摇摆，随后前刺，接上式，重心后移，退左脚，再退右脚，呈左弓步，同时两手持剑，下摆剑，剑身直立于胸前，目视剑身。接上式，右脚由后向前抬至腹前，两手分开，右手握剑，由胸前上方腕向前方点剑，左手变剑指落于左额前，目视前方。接上式，身体左转90度，右脚向左前盖步，左脚跳起向左侧跨步，右手剑随转身，由胸前前上向左下划弧刺剑，落于左手下，左手剑指由额前随转身落于右肩旁，剑指斜向上，目视剑尖。